伙伴们跟着奇怪的人一起玩游戏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今天我又收到了这个神秘的邀请。今天呀，我又收到了这个提示。他和我说，都是新玩家一起冒险吧，并且他的后面写着新手两个字呀。如果我选择跟他一起玩迷你世界，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也很害怕呀。伙伴们，现在我进入了这张地图，它出现在了我们地图上，并且它告诉了我一句话。我先和它说的，我说的你好呀。我已经说过话了，伙伴们，我在等它会不会回答我呢？我也很害怕呀，我也很心跳加速呀。后来我等呀等，他和我说了一句话，给你说一下，那个绿点点就是我。难道他不是电脑人？伙伴们，等我一下，我问他一下，你是电脑人吗？他会给我们什么答案呢？伙伴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奇怪的新手知道我们是新手的人，他给我回了一个表情。伙伴们，好像不是电脑人呀，原来这样的人也是玩家呀，因为他会和我们对话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所以伙伴们，他们应该不是电脑人，对吧？